大家好，我是何金汉，我是 M 工集团的创办人。当年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进入这个行业，我们是马来西亚第一张的铃声卡出现。跟着因为手机当时是一个流行品，到现在是一个必需品，所以我们是跟着手机的脚步一直在演变，我们只是卖铃声。当时也有人问我，这个铃声我在电脑上都可以下载，有人买吗？可以做得更远吗？当时我只跟那个人说一句话，娱乐是一个百年不死的行业，所以说我愿意在这一行业里面放更多的资金、更多的精神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一个任务。我们一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说，我们再下来的方向呢，就是跟手机有关系的，我们应该都做。2003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巴黎 APA， 我们就收费的。 Facebook 一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收费平台，它是免费平台，所以说我做不下去。2008年的时候呢，苹果它出了一款智能手机，就好像一个电脑这样，其实是 Apple 改变了我们，我有这一个行业里面的规则。当时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想开始做 App， 但是我们做的 App 只能放在 App Store 里面。2009年的时候，跟着 Google 就宣布说它的 Android 放免费给大家这个 OS， 我们就开始再去研究 Android 这一款到底我们是要怎样去攻入市场。从那一刻开始呢，我们变成了游戏开发商，我们也创造了自己的游戏。从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已经收集了一些的数据库。到今天呢，什么原因我们能做到移动互联网广告平台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制作我们的 APP、 制作我们的游戏的时候，我们是用我们的创意去拿下这一个数据库。所以今天我愿意把我这一个数据呢分享给我的客户呢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五年的经验，所以我今天我们开放这个平台，让更多的人能在我的平台里面受益。我们 M 公的愿景呢， M 公公司只是一个平台，我们要的是在这个平台里面创造更多的人才出来，来造就这个社会。现在呢，我们公司呢，朝向 IPO 的方向去。现在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就是完成了内部改革，现在我们是朝向最后一个阶段，就是明年我们一定会上市。我们 M 光集团愿意把这个蛋糕分享给大家，请大家留意我们的动向，我等着你们来，谢谢。